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物体由静止做等加速度前进，其前半程跟后半程它的时间比是多少？好，我假设它的加速度是 a 啊，好，那前半程 s 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 a t 1的平方了。然后呢，全程2s 是等于二分之一 a， 它乘以全时，全部的时间t 1加 t 2的平方了。那我现在算什么呢？算前半程比后半程的时间嘛，我要算这个东西了，我要算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东西怎么办呢？我把它除上去，二等于多少呢 ？t 1加 t 2加上 t 2了，除以 t 1的平方。好，然后两边给它开根号。开根号以后就是根号二等于多少？这是一加 t 二除以 t 1的。好，那这样我 t 1t 2除以 t 1呢，就等于多少？等于根号二减一。好，我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 t 1除以 t 2就是一除以根号二减一啊。那你把它有理化，上下乘以根号二加一，就变成根号二加一啊，这个乘以根号二加一是一啊，所以是等于根号二加一比一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A。